天气好好，你要滑吗？祝你滑。
下去是红线，然后就会快要到饭店的地方吗？这次住的是 Angel Resort， 一进门就会看到 Angel 系列必备的大柜子。住宿期间不会进来打扫房间，所以这些东西用完了可以自己去一楼拿。房间也有厨房，但这次有附厨具，可以在一楼间，蛮适合常住的。房间最多可以住四个人，所以两个人住蛮宽敞的。虽然房间有床，但我们最后都打地铺，因为太累了爬不上去。这次的饭店没有提供餐点，但一楼有一间全家，所以我们都在全家解决。哎，好高级哦。
今天就是一直在练习，因为我没办法给他建议，所以就都帮他录影，让他看完影片再自己加油。他会直接看我的动作，然后跟我说哪里要改，所以我滑的片段就比较少。哈哈，没素材。Like a time, so I don't wanna hit a ton of your mind. You must be so like this.